先把这个炸弹，他们有炸弹的话，先把炸弹就横平嘛，横平，横平。这个怎么放？这个先放这里。把弹珠放进去。哦，不对，今天拿两个弹珠 ，two balls， 碰到放在那下面是吧？把两个球塞在下面的，我也不知道塞哪里。先这里先在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电源线，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今天先聊完了啊。点对柱子，中间穿出来，然后找这个，然后再把这个，然后盖的时候不要压着这个，你这个就一边拉啊一边扯，然后不要压住这个金丝了啊，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金线要穿到这里。这个是操作键，这个是线夹开关键，就这个线夹开关键，这个线夹开关。然后这个开关键怎么使用啊？就告诉你啊，就是按下去松开，按下去松开，线夹就张开了。长按不松手，线夹闭合。这个是功能键啊，它是三个档位按钮，一个档位，两个档位，三个档位。就它会用的话，你就永远就中间档位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就算是我们这个金线的话，从这个。红色宝石孔是不是啊？我们从上面穿下来，对不对？然后这个宝石环，这个红色宝石孔，然后金线的话从这个线夹里面穿出来啊。穿出来的话，你要按这个线夹键，让它张开，是不是？按下去松开就行了，看到没有？按下去松开。这时候你要按这个红色的线夹键闭合，看到没有？夹住它，用链子剪断它，剪断啊，这就剪断了，一定是剪特别直啊。OK， 这剪直了是吧？这时候那我就松开这个按键，松开手法啊，夹住它，看到没有？斜，看到没有？斜，往上提，然后放。看到没有？这是穿出来，这是已经穿好了，对不对？金丝球焊机啊，线穿好之后，它现在只是一根金丝，没有这个金球，对不对？所以说，一个看没有这个，按这个黄色键，然后看没有，然后这看这边，看这边啊。没有带钢笔，没有带钢笔，就把看到木头那一节。金丝烧成一个球了，算这样的。This one， 这个很贵哦，这个大概要我看一下，$50,000以上，$50,000 plus。$50,000 plus plus。And yours？ The minimum.Yeah, I already caught. Yeah, 好像是 RMB, you know, $50,000 RMB. This is USD dollars. This is USD. Because it's from Germany, it's very, from Germany, it's, You can buy this? We can buy. This, we bought for our other customers also, yeah. And you can give training on this as well? Training? Training, if in China, it's possible.Yeah. In China, possible. You will train us? Yes. We can get manual also. Manual copy. Manual copy. I have electronics. PDF. You can PDF. Me, tell me. Okay. This is wedge and bow. Wedge and bow. Yeah. It's from Germany. 然后操作啊。操作怎么操作啊？是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清零啊。这个好像清零怎么清呢啊？就是我们按住这个红色的线夹键，看没有？按住这个红色的，先按住这个红色线夹键不松，按住红色线夹键不松，再加一个那个复位键，看没有？再加一个复位键，三秒啊，三秒之后两键松开啊，就两键放手。放完之后，放手之后看没有？这个八个灯闪了，才算第一步操作是完成了。第二步就检测，检测的话啊，
我们按一下这个白色的按键啊，松开就行了，它是自动检测的啊，看没有，检测你的这个器械看没有，按下去松开，看没有，它是自动检测 OK 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引线焊接了啊，引线焊接，然后我们长按这个白色的按键不松，按住这个白色按键看到没有，按住不松，对不对？那我就可以移动移动这个手柄，背着背着松开一点。好，这先给导出来，就这样的。这手柄更快啊，就找那个扳手啊。像这个螺丝看到没有啊，把它拧松就行了，把它拧松，把这螺丝拧松，拿下来，然后就更换一个，上的话也是一样，就打这一个，然后从下面上上去看到没有，先录上去啊，然后用手这是哪种machine？ 是 sport wear 的，然后吧。这个拧紧就行了，就这样更换这个齿轮啊。Yeah, this is wearing. Punch. Yeah, punch. This is wearing. 把这个拿出来。